是你要不要？你要我明天就去讲，马上写进来，秒进。那我们可以一直来吗？好贵哦。好久不见啦。你是谁啊？哪位啊？这是三立老教，好不好？什么叫老教？以前都欺负我们。哎，就我想你啊。来这里，可以了吧？对。找个点。这年纪啊，真的骗不了人，这累人就是累人，累了就是累了。夜店玩，吃宵夜，吃到三点多回家，六点出外勤，oh、是我吧？我帮大家问啊，什么都要进来。我刚刚听到什么？你就不来？我就是怕才不敢来。不会啊，会。敬请期待。可丽姐难得主持节目，首集来宾就找你来上。没办法，因为我是她的首位闺蜜啊。小心哦，小心。对对对，三位这样可以吗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可丽姐，我跟你说，自从我们这个频道没有你之后，就没有人看了，对，收视都下滑，真的假的？我这么会讲话，我 YouTube 了 ，YouTube 了，我很久没有在这，就是没有在录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就自从他的最好笑之后，就收视就下滑。真的，很需要你，可丽姐。真的真的，那常常来我们的 YouTube 玩玩呐。好啊，你要救我，你要救我。今天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就是受到你的邀请，我们才有这个频道。不要这么说，是你们卖面子好不好？你们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来上这种，对不对？知道就好。他都赚大条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好啦，一定要点阅一下那个什么，你们什么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看玻璃杯吗？看，不是啊。我要问一下，你最近体力还好吗？还不错啊。八点档还好吗？嗯，还不错啊。因为有镜头在录，他只能回答这个。但的确，真的这个年纪啊，真的骗不了人。累了就是累了，累了就是累了，没有办法像以前，哎，可以拍到礼拜五，然后就哎周末夜，哎去夜店玩，吃宵夜吃到三点多回家，六点出外勤，是我吧？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。当然是他带坏我了，我本来是不会的。没关系，他们都知道霸道女总裁洗心革面的。现在大概这个已经算完了。真的哦，那没有像以前没日没夜。我光想就怕，你就不来，我就是怕才不敢来。不会，现在真的没有，你们现在没有我的角色。是你要不要？你要我明天就去讲。说静雯说他要来，好，那我们怎么样？马上写进来，瞬间秒。秒进，好了，终于。姐的节目，开了自己的节目，开心吗？嗯，开心。对，但是压力很大。为什么？你有什么压力大的？就觉得怕表现不好啊。不会啊，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啊。嗯，也是，所以要细心。真的，所以制作单位也很用心，就是希望我的好朋友来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可以一直来吗？嗯，你好贵哦。也没有，但他们付不起。但你要知道，毕竟我是总裁。对啊，对，哎，总裁。不是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多久没上节目了？真的。结果就给了我。对啊，所以贵是应该。所以我一直都有负责啊，我也没有始乱终弃，对不？他有给我的，我一定会还他。黄冰哥，冰哥，你刚来找我啊？对呀，他哪要叫你来？我们赶快来。黄冰哥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没有啊，不熟，这是静雯姐的 YouTube 频道哦。就不见啦。你是谁啊？哪位啊？他是我的经纪人啊。不是说你，他说你。谁？我是林静雯啊。哦，好。你怎么了？你现在不认得我了吗？因为他在问我跟你有没有熟，所以我要假装一下。原来是哥斯卡嘎梗啊！哎呀，他进三立我就认识
他，真的，對他刚从踏进三立大门就说来找你，三立老教好不好？什么叫老教？以前都欺负我们，哎、欸，这能播吗？可以啊，我从来没有欺负过，没有，真的国民哥帮我操作，但是他从霹雳国进来的时候，我跟那个之前国民哥天地有情对到之后，他帮我超多，哇，他天地有情，他超漂亮，我们演一个，现在不漂亮是不是？那时候超漂亮，现在也很漂亮。你洗，你刚刚在笑脸啊？啊，金爸爸是睡啊？对对，睡。在争夺什么？在争夺。睡。那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第二部戏《天地有情》的时候，真的是戏份重到每天都在荡秋千上哭，真是压力很大。我压力超大的啊，尤其是对手是他，压力更大。对啊，想说我为什么？他后来跟我对，他才比较放松。是吗？对，我们都五点就去出外景。真的，你知道我们当初人生有夏天的时候。夏天的时候。我怎么都没感觉？你都在旁边拍照，你怎么会有感觉？这位大哥，他一直在旁边补话。他录完了，我录完了，就录完了。我想你啊，来镜头，来镜头，干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我打他被看到。你看，你看，刚刚有录影存证。爱他就是这个，都是这种方式。你看刚刚录影存证哦，全部录下来，他刚打我，对不对？你看上新闻哦。现在当红男艺人都这样的啦，当红男艺人都这样对别人的啦。你看刚才打我有没有？你看我今天已经在这边，就像同学会一样，搅和一天了，超好笑。对，你什么时候？他什么时候进来啊？什么？我刚刚听到什么？我帮大家问啊，什么时候要进来、啊？我刚刚听到什么？你现在都已经有爱人了，我进来干什么？我最需要是卖肉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来跟观众说一下，他最需要是我。好了，我的爱人。好了，赶快吃饭。我今天旋风式的那个造访三品。啊，对，我要离开。你可以每天都来。我每天都来干嘛？每一对，可以对台词啊。对啊，有什么关系？很好笑，笑。那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要回来？会啊，可以访问一下国宾哥吗？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？印象他就那个完全不像处女座的处女座。啊？为什么从这边切入嘞？对、啊，为什么从这边切入嘞？因为就是太大咧咧了。对啊，谁说处女座一定是那个怎样？没有，因为他可能九二一生，所以就比较偏天平，偏偏平，偏天平。没有啦，人家那个、你讲一些好听的话来听听好不好？人家观众哪听？啊，讲一些不为人知的。我哪里不知道你有什么不为人知？那你讲他，你觉得现在他跟以前你认识他有什么最大的差别？就年纪大了一。大三只鸡，又出节目呢。你要好好讲一下，我这样成功转型转跑道，应该觉得佩服吧？我很佩服啊。哦，好吧，你看还有人在 Q。他可以斜杠人生很多东西，他还可以练瑜伽，然后还可以教学生，然后那个地方还可以运用，他还知道他还可以做他这个现在的什么事业。我现在是斜杠艺人，我没有，我已经转换跑道斜杠艺人。我今天那个，你后面要斜杠演员的，敬请期待。机会，今天每个人都在问你什么时候拍。对啊，为什么有那么夸张吗？你们有这么想他吗？我就问。对啊，我就问。不是啦，因为拍戏就拖一个是一个。以前我们拍戏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开心，真的，很有默契，真的知道做什么。真的，以前好有那种。他刚刚讲《天地有情》的时候，是他真的第一档，他压力很大，可是他后面他演得很好。哦，都国宾哥调教的啦，完全没有。真的，一段台词、一段戏可以陪我这样对十几、二十次以上哦。那你们一起合作过几部戏？你还记得吗？数不清了，太多了。天地有情，然后龙卷风，金色摩天龙，对，特别金色摩天龙，大家都记得龙卷风，对啊，拐个角还是什么车撞死，对，对，就死车就撞很小。我把你那个没有了，那是摩天轮呐。我知道，就反正我就早上去出了外景，然后被车撞到。对啊，我们很多部，然后那天我崩溃大哭。对，但是摩天轮，如果他现在就不会了，还是会啊。想说我到底做错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没错，就是你死掉收视率比较高这样而已啊。就是一个小爆点。对啊，对啊。跟观众朋友说几句话，叫大家看一下天道。我这里面的叫陈长盛。陈长盛，对，好不好？请支持。到时候不要骂我。每天晚上八点，隔天早上十二点，隔天中午十二点。对，好像十二点是什么？我问一下国宾哥，如果他演你女儿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。你叫他爸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我不能啊。可以哦，演爸很好哦。这样看起来不像父女。至少这样就是一个辈分啊。不像父女。对。你叫他爸叫二叔口。可以，爸。你要衣服好，下一个。是在演哪出？